这么就三个小仔就帮阿姐完成个新嘅 MV。跳眼泪，跳眼泪，冰岛，冰岛嘅难夹讲啊，而家。因为其实大家看到现在那个社会上的戾气啊，或者个怨气，我哋明白，应该大家很多人都会未必咁愉快或者咁开心嘅时候，变咗我哋香港好似变咗被冰封咗咁样，咁变咗就唔得愉快。我歌嘅歌词，我觉得最重点系嗰句咧，就系爱欲存在。咁所以我哋从呢个出发点咧，去谂呢个 MV 应该系。俾啲咩落去咧咁樣？咁啊，人同人嘅關係，當生活嘅時候，大家都可以好疏離嘅。大家攞住一個 iPhone 啊，或者攞住一個 Samsung 啊，攞住 iPad 啊，咁其實可以已經自娛半天噶啦。咁我哋就好似喺呢啲咁身邊細微細眼啊嘅事件裏邊，我哋再話啲題材去 elaborate 啦。唔係心又。整首咁嘅歌，整首咁嘅歌，发生咁嘅歌，其实都加十嘅歌。希望最紧要希望，其实就系听嘅人知道佢哋入边嘅含义咯。睇嘅人就觉得言之有物咯。咁从而我希望我令我哋即系反思翻，基本上我哋生活系咪真系需要让到自己喺一个咁疏离、咁冷嘅世界底下咧？其实可以唔使，我哋只要每人行出一步就可以做得到。请你让我感觉似清水。